老师好像那天来上我小明星大哥班，他还说，哎，我已经有发言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明年嘛，23年，然后他就转过来麦克风放下，转过来跟我说，哎，你不要闭哦，你不要闭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回来了，新婚生活蛮好的。哎，其实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就是我没有那种好像哦甜蜜蜜的那种过程，我就是耶过日子，然后就是马上进入理智的日子。他爸爸的翻译是，他其实就是投资啦，他没有真的要那么烦我，但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东西都摆好，然后就是用一种存在感来威胁我，就是哎，你不要以为我哪一天对不对突然出现然后怎么样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啊，电子手换起来。电子手全部换掉，他都没有密码，开心。他其实是蛮开明的一个爸爸，然后当然他一定黏，很黏，可是他又想要保持一个好像他是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的那种角色，所以他就是嘴巴讲讲，他也不会真的很烦我啊。他其实很成熟哦，他长大了，好替他开心啊。我觉得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有就生，没有就算了，那就是这样。还没耶，姜老师好像那天来上我小明星大哥班，他还说，哎，我已经有发言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明年我想明年嘛，23年一定有一个会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他就转过来麦克风放下，转过来跟我说，哎，你不要闭哦，你不要闭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有闭吗？我现在又有代言在身上啦。那你还要等多久？等代言结束再说。要签多久？现在都不能讲啦，没有母婴代言。没有什么母亲节，现在只有母亲节购物档期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，对，不用担心。以我个性，应该是憋不住啦，所以。我很犹豫，有啊，有人问，可是因为就是婚礼的时候他出现，然后那种关注被他抢走的感觉，好像not comfortable。老公有没有想过？他只跟我说我这边完全 OK， 他才要开始考虑。他没有说 yes or no， 他只是觉得他不想造成任何的困扰。我说来不及啦，你已经造成困扰。对，因为我真的也没想到大家对他评价这么的好，谢谢，非常非常谢谢大家。